又可拉下线免费嫖，直销卖春可求五年，色情交易居然也有老鼠会。今年八月成立的示爱情人网站，打着交友中心的名号，却在网路上开设色情应招站，并以直销老鼠会的形式经营并招揽会员，推出破坏式创新的下线回馈制度。男客只要上网加入会员，经身份认证，就能以3000元找小姐性交易，并取得上线资格，即可开始拉新会员加入集点数。下线只要性交易消费一次，上线就可以获得点数3点，可对抵下次买春交易费300元。透过下线的不断增加，累积超过30点，便能免费享受性服务一次。集满100点，还有10000元现金的奖励。会员可选择所欲显示的明细，了解自己累积的点数。该网站迄今短短3个月，已累计2000多名会员。业者为累积长期消费的主顾客，在网页上介绍旗下小姐档案，可以看到小姐每天上班的班表，还有使用后满意度投票，供 VIP 会员参考。苹果记者为调查此事，在没有上线介绍下，花了500元加入会员。一名已消费过的男子阿辉也向记者证实，本月透过该网站叫应招小姐，到万华这家巷子内的旅馆，按着房间门铃，果然真的有一个年轻女生来开门，确认身份无误，才脱衣洗澡完成性交易。律师表示，男性介绍他人买春当自己的下线，可能变成最重可处5年徒刑的妨害风化罪共犯，呼吁民众切勿尝试，以免得不偿失。动新闻感谢读者爆料，给您5颗苹果报道。